士尼大制作的公主片《花木兰》已经在拍摄中。刘亦菲的《花木兰》定妆照曝光后，不少国内网友批评很丑，但是国外网友却力挺，期待刘亦菲演绎的这位东方公主。这部东方色彩的电影刚开始拍摄就引起网友热议，引得好莱坞又开始盯上了东方热。一部32年前的东方奇幻风电影《妖魔大闹唐人街》被拉出来翻拍，而且将会是好莱坞吸金王道恩·强森、巨石强森主演。这部被称为大烂片的《妖魔大闹唐人街》上映于1986年，投资2000万美元，仅仅收回了1100万。网友趁这部电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妖魔大全，稀奇古怪的妖术写法，只能满足一下好莱坞的猎奇心理。导演约翰·卡彭特虽然照搬港片的场景布置、武打镜头，但是在观众眼里拍出来的仍是一团浆糊。该片票房虽然不佳，但是在电视播出时却受到热捧。巨石强森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，他曾透露该片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。电影的制片人也认为《妖魔大闹唐人街》是一部经典电影，这次翻拍将会延续故事。巨石强森作为另一条线的新主演，从库尔特拉塞尔手中接棒，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。巨石强森的片约连明年都满了，甚至是 DC 宇宙为他量身定做的黑亚当也要明天秋天才有时间拍。延续妖魔大闹唐人街的故事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时间开工。